我阁有一句话要考劝你，你上好莫对罗汉杰动感情哦，因为你甲伊根本没有结果。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演好罗文瑶这个角色尔。我嘛只是知影，你为着要做好罗文瑶这个角色，付出偌济，牺牲偌济，所以我无想要看到你伫最后这一步路，犯任何过错。你也知影，干爹绝对无可能接受你去爱着冤仇人的查某囝。阿雄讲真话，伫个酒窖敬红酒，我来陪伊啉一下。叔叔甲伊讲，子涵嘛找倒转来啊。你是要讲啥？我哪可能让你走？文英啊，你那地头说话大声。无代志啦，啊，文瑶只是为着最罕的代志来跟我讲两句啊。伊惊讲我拄则提起遐个过去，会伤着最罕的心。哥，你莫误会，我无歹意。我只是讲出我对自然观察个想法。以前我来美国拍球的时阵，伊看起来真乐观，真好斗阵。啊，不过只要讲到出来的代志，伊的表情就怪怪。白师傅真无欢喜，记得同款。伊伫我今日我才知影，原来是甲阿嫂相处出问题。你讲我这点我嘛知影，不只嘛甲子涵好好讲过啊。我会负责去化解，至于甲伊两人之间的误会啊。安尼就好了。子涵真正是个真优秀的囡仔，你甲我同款。自细汉就被亲生妈妈疼惜，所以真正希望伊能得到亲情的温暖。我希望伊会当快快乐乐大汉。我会好好处理啦，放心啦。我该让你有我费心啊，对吧？子涵是做完什么的？我便知影子涵是你上宝贝的人，是你的亲生后生的，我所以一直无法度把伊的心口话来，实在够不容易。你莫安尼讲啊，做阿母的角色本来无好做啊，对吗？是讲真话，话讲倒转来啊。你真正是不应该在面头前甲伊讲，伊妈妈是安怎欺骗我、伤害我的。因为这件代志甲子涵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可能听了了，我感觉伤着伊的心啦。嗯，是我唔好，我家己会失礼啦。我嘛知影，以后我保证绝对袂阁安尼啊。啊，拄则真正是受到亚杰刺激，所以毋则一时无过脑，嘴都讲出来啊。老公，你莫阁甲我生气好无？啊，若无伫个即个家，我真正无人会当我靠安尼。我哈尼爱你，哪有可能对你生气啦？勇，你莫想伤济。我陪你啉一杯啊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来替你一杯啊。金玉，不要。金玉跟文瑶那私底下常常点啊讲话啊，袂输敢那，真早就识识啊。